姐姐的书桌是长怎样子的？首先台面，他们房间有一台小汉堡，好，这是空气清新机啊，上次去美楼做的画作，耶、yeah ！还有放卫生纸，还有课本。小抽屉里面是什么呢？抽屉。啊，是一些东西呢。另外一个呢？宝物啊，我们发现宝物了，这个打开，快点打开。其实姐姐还蛮喜欢拼拼图的。好，那这里面还有我的傻傻，你的手长得好怪异啊。鸟人。哦，还有，就一些书而已。这个是老师送他的笔记本，然后他弄来乱涂鸦，真的。到底有什么？大概都是很多考卷。哦，用功读书哦，都是你学校用的东西。不过，我看到艾莲娜的绘图包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小抽屉。削铅笔机，这是电子式，电动的。好，我们去吧。抽屉里面有什么？这个是棉被。哇，还掉下去。然后还有一个学生字典。然后还有两张书卡。有一只狐狸背包，狐狸背包，这为什么要放在里面啊？还有啊，只有棉被而已，没有夏天用的，只有棉被而已，收起来好。这就是姐姐的书桌，拜拜。